你们现在已经有孩子了，离婚一定要考虑清楚。早考虑好了，抓紧办吧。你确定他会对你好吗？我确定他能给我想要的。阿妮，努力的速度永远也追不上这社会日益渐变的现实。你过来吧，我和他结束了。家里的东西都带齐了吧？别到时候打电话烦我，我不想再跟你有任何的瓜葛。我在意的，我都会带上。心门上一把锁钥匙在。哎，对了，如果我想孩子了，我能去看看吗？从你不要他这一刻开始就已经没关系了，就像你说的，不想让他成为你的负担。当然我也不想和你再有任何瓜葛。我说你这破社交的干什么？你傻呀，不要白不要吗？小七，这钱我不能要。不用了，你拿着吧。小宝现在越来越可爱了。小宝，你在车上乖乖等爸爸好不好？乖乖的啊。还一个人吗？重要吗？孩子就是我的一切，他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，我挺知足的。不说我了，你呢？一言难尽，自食其果吧。你现在也终于成功，只可惜我没有等到这一天。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？你现在遭遇的一切不就是我曾经的经历吗？不过还是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让我明白了，这个世界上最廉价的东西就是一贫如洗的真心和一事无成的温柔。是你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做一往情深，却一文不值。你现在还恨我吗？没有爱何来恨，只希望以后你我三鸟与鱼不同路，从此山水不相逢。小诺，你跟小琪还有联系吗？他刚才托人把你爸的手术费给交了，虽然你们离婚了，还是得谢谢人家，他带孩子也不容易啊。